都用我挂啦，我用啦。最甜也卖用哦，哈！大家注意安全，哈！祝大家今仔日欢喜充满。今仔日拄啊，咱大家嘛吼，去新港进乡，一年一度的绕境进乡，4月16拄啊转来，转来到咱大家。在15年前，有看到外围的人吼来咱大家洗碗吼，我想讲这应该是咱当地爱做的工课。我第一时间去就去卖场吼买碗，或者的随乡客来使用。有搁邀请到咱组织职工来洗碗。啊，虽然做10几年啊吼。因为一次性的免洗餐具使用上吼，经过普遍化，啊，搁俗，一组碗甲碟安尼合起来差1块钱尔。点心蛋吼，要用环保餐具吼，伊就是要有相当的人力物力来配合，所以实在要改变吼，无遐简单啦。做这10几年来吼，实际上推广环保餐具遇到真多的困难，但是咱嘛同款抱着这个以公以善的精神啊，甲有上人的力量，讲咱甘愿做吼欢喜所，上人讲的对的代志做得对。